七夕浪漫发玫瑰花，黄珊珊、许立伟服务区基隆，但民众党申报造假，一律柯主席神隐，只能由黄委员上火线认严重错误，很抱歉。公司他们这边发票出账很清楚，然后汇款也很清楚，所以我们后来发现是账务上面的问题，所以接下去他们会进一步的比对。我也认为这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，所以也很抱歉。我觉得这个部分他们会党部会做最完善的处理。厘清一整晚，民众党查账 ING， 但先透过声明认了总共3笔破916万账务处理瑕疵，将尽快补正资料，强调发生错误深表歉意，团队会再次全面清查账目凭证，轻描淡写账务瑕疵，但发票单据怎么来，恐怕得仔细交代。单据核销都必须在上面要有公司的发票章，单笔的金额又是不相同的，误植了3次，我认为这个也很难说服社会大众。我相信没有必要去做任何的虚伪不实，或者是有任何的故意的问题。假账一律暂时无法做更多说明，但实了公司声明很打脸，名目错误金额都不拢。柯文哲在12月20号申报的500万元广告宣传费，并非本公司承接业务。你要公司也是2笔完全没收到，3笔不知情，总共破916万。尴尬的是，2间公司负责人都是黄珊珊好友戴丽玲。因为这个会牵涉到有没有报税有没有不实的问题，这个当然对他们影响很大。然后对厂商，我们的确是感到很抱歉。黄珊珊对厂商致歉，但凭空消失的916万怎么补正，争议连环爆，柯主席面临的恐是创党最大危机。三重环法温文轩基隆报道。